是我们高雄第一人外出，或者是其他的人要到我们高雄来，前两都是靠我们交通运输中心所有的同仁及时提供最新的计划。那我觉得我们的智慧运输中心是非常非常的进步，真的是利用整个电脑资讯最新的科技，然后提供这些路况。这些路况也包括对我们警察局的治安，或者有任何车祸冲突等等，这些都是一目了然，提供最真实的状况。这几年交通的满意度都超过80%，我们非常感谢陈局长所领导的交通局的团队专业认真，让高雄市的市民交通，要让市民满意度能够达到80%以上，这是一个高难度，但是。